21世纪三大文明病包含了，在21世纪人类三大文明病包含了忧郁症。如果在以世界来讲的话，我想一些还未开发国家失智症可能没有那么多。还未开发的国家反而失智症不多，而且跟诊断可能有关系啊。比较落后的国家其实根本不会诊断出失智症这个问题。这其实这是一个，这是自然而然的他就傻了。对。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